12月11日，有媒体爆出何洁新恋情，称其与知名乐手刁磊共宿家中，一同带娃亲密出行。不过报道中还提到，刁磊已有家室，和妻子育有一子。好妈妈何洁的婚姻状况近期以来备受关注，而其实9月份就有消息称她与知名鼓手刁磊在一起。摄影师曝光了11月二人一同带孩子外出的画面，刁磊更是夜宿何洁家中，第二天下午4点才离开，还曝光了何洁和刁磊来到了一家宠物店认真挑选宠物的画面。期间在街上逛街时，刁磊还将外套脱下来递给身旁有些冷的何洁，看得出二人关系很亲密。刁磊曾为朴树、周迅、郑钧、彭坦等知名歌手录制单曲和专辑，现任高旗 and 超载乐队、面孔乐队、迪克牛仔、春秋乐队等知名乐队的鼓手。不过报道中还提到，刁磊有家室，和妻子育有一子。优酷娱乐整理报道。想获得更多独家娱乐资讯，欢迎关注优酷土豆娱乐微信公众号，微博搜索优酷娱乐全娱乐早八点，来看更多八卦猛料，还有超多明星周边和签名福利等着你。据说长得好看的人都在关注呀。这世界很酷。